区正式开园。风让云长出花，满天的花，无声开在乌云之下，然后又飘到眼里满满的幸福感。这个肉它是已经熟透了，软软的，特别多汁，可以说是一口下去是一口爆浆，都能够闻到这种黄桃的香味，太好吃了。延陵黄桃之所以优质，之所以这样名气这么大，我觉得主要是得它山好。第一个是品种好，因为它是从我们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引进这个锦绣黄桃，就是说我们延陵黄桃它的现在种植的区域啊，这个地理条件、地理环境好，它大部分都分布在600到1200的这个海拔高度，这个地方就是，而且就是住在山坡上面，它的光照、它的温度、湿度，包括土壤都很适合于我们这个品种的生长。第三个呢，他们采取那个就是栽培技术好，就是采用那个现代的科学的栽培技术，包括使用包括肥料，包括就是变出来的房子，包括是果实的一个管理，包括树体的管理，都是用现代的技术，所以这样确保它的内在品质、外在品质都好，而且产量也年年都稳定。在云里摩擦，有酸有麻，但是思念在梦里爬。大家好，我是湖南省延陵县平乐村村民邓时茂，今天是2021年。黄桃采摘开园仪式，我合作社有种植面积200亩，现在主要销往广州、深圳、粤港澳大湾区。想进一步与科研机构、与科研院所和一些企业进行深度的合作，共同来研发一些符合市场需要，特别是年轻人喜欢的一些果汁饮品，把我们的黄桃的这个领域拓宽。